如果把星球大战和高达的世界观加入游戏元素，做成一款像素风格的冒险游戏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？ The Captain 船长是一款 Steam 最近上架的星际探险游戏。在游戏中呢，我们的地球被外太空势力入侵，双方战火连年，最终呢，外星生物研发出一款类似于高达里的洋电子炮的灭星武器，地球的毁灭就在眼前。哎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的男主作为一架运输舰的船长，担负起了拯救地球的重任。我们需要运送一款能为等离子护盾充当的电池，必须尽快抵达地球，用来抵御灭星的武器。但是运输途中呢，发生了一些意外，我们的舰队被黑洞给吸了进去，流落到一处未知的星域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孤身一人，必须在一年之内修好运输舰，招募船员，穿越各种敌对势力，最终抵达地球，否则地球就要原地爆炸了。这个剧情呢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拯救地球的故事。好了，游戏开始之前，依旧希望大家能为本视频点一个小小的赞，没有关注我的同学欢迎点播关注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游戏。好的，游戏正式开始。首先是一段剧情。225年，随着超曲速技术的诞生，人类终于征服了太空，拥有抵达遥远星系的能力。哇哦，接着几个世纪间，人类发现他们在宇宙中并不孤独，也就是说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外星人。哎，长得都好萌。地球伸出了协作之手，于是一支联合了周边星系的星际舰队诞生了。哇，这种有点星球大战的即视感。以此为基础，星际舰队蓬勃发展，迈入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代。但银河系并非风平浪静，在地球与星际舰队边境的远方，黑暗的阴谋正在酝酿当中。一名叫做联合体的遥远组织对星际舰队的急速成长感到了威胁。西元3384年4月，他们正式宣战。哇，怎么感觉有种高达 UCG 元的感觉。在那之后呢，星际舰队得知联合体向地球派出了所有的舰队，与其舰队同行的还有一个秘密的研发的新武器，灭日炮。洋电子破城炮吗？这是哇，高达吗？这是其摧毁了恒星的能力，能在转瞬间终结地球上的所有生命。我去，在犹他沙漠深处，一项新的科技正在秘密研发，能量裂解电子脉冲发射站，简称爱德帕斯。这个游戏的世界观好大呀！若在正确的时机使用，爱德帕斯能够瘫痪整支敌方舰队，在瞬间为星际舰队取得全面的胜利。为了执行此一计划，爱德帕斯需要使用先进的、强大的燃料电池作为充能。哦，有这样一个电池啊，每个电池需要多年的准备和制作。基于安全和保密，他们只在帕斯西隆这座遥远而隐蔽的太空站当中研发。哦，我们就是这样的太空站。计划是利用埃帕西隆太空站的实验性空间折叠技术，将现有3个燃料电池送回地球，就保护地球不被灭掉嘛。地球上，汤马斯 T 威廉舰长正与家人享受美好的假期。作为专精空间折叠的星际舰队科学家之一，他被要求参与燃料电池的传送任务。任务当天，星际舰队科学家精英全部到场，围绕着地球卫星轨道。当至关重要的空间折叠传送开始时，威木舰长在进行分析子空间的虫洞任务。刚开始运送似乎一切正常，但突然啊，有事故发生了。没这么简单，电池肯定没了。发生了爆炸吗？还是说传送失败？之后呢，一片白光闪过，那游戏呢在这里也算是正式开启。然后嘞，哦，我们苏醒了，第一章启程啊。这个难道就是我们主角自己吗？哎，这个游戏的画像素画风好像之前玩的某个游戏啊，《幻影骑士生》是吧？什么发生了什么？电脑？哎，我的头！电脑，请回答。好极了，没有能源，肯定是能量过载让故障断路器跳闸了。哎，这么重要的时刻竟然跳闸了，这关乎到整个地球生存的命运。我现在只能手动去开启这个飞船。那现在飞船整个电路都已经完全失效了。我们第一步先把这个飞船先修好。哇，有个撬棍，哎，物理学圣剑拿上，哎，好东西，防止
这阵飞船上应该没有一些奇怪的生物变异体吧？这是自家的飞船，那第一步呢，肯定先要修好这个飞船。这里发光，看一下工作机器人面板。哎，我们这里开启电梯。哦，出现一个小机器人。首先要修复电源啊，现在里面一片漆黑。哦，也就是说唯一能用的就只有这个撬棍，还有这个开启这个电梯这个闸门。我们先从电梯上去啊，来上去。没能源这东西没法运作，必须重新设置断路器。小舱门，这是个啥？这是施工舱口，获取可以前往顶层。来打开电梯舱门，设计不适合用手打开，需要找到东西把它撬开。哎，刚刚不是找到一个撬棍吗？哦，可以。哦，哎，这个游戏不错，我觉得虽然是像素马赛克风，但是它的游戏画风不错。哎，撬棍断掉了，不过终归是完成了他的任务。好了，让这把老骨头钻回电梯井吧。哎，我们作为一个享受假期的一个船长，这时候只能干这种事情吗？好，那来到二层，继续生化座椅。这是个啥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星际舰队在虚拟生物连接的尖端技术，与大脑相连并且进行交互。哦，这个东西就有点像之前玩的那个十大棒，就是人物如果死的话应该在这可以重生。机器人工作站，机器人专用的。那我要修好电源的话，哎，这里拉闸断路器就是它。来，嘿，哦，啊，飞船亮了，开始启动，正在统整忆弹，请稍等。你还好吗，电脑 ？Hello Hello， 我不确定，抱歉问一句，发生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正在传送呢，然后就遇到了事故，就晕倒了。但你的内部电源肯定网络是关闭了，必须手动重启。感应到最后一件事是星门那边升高的频率变化。我们拿到电池了吗？没有，所有系统都下线了，这么惨吗？我需要杰夫帮助我进行主机的重新校准。知道他在哪里吗？杰夫应该是个机器人吧。好，让我来办。好，在你的手环通讯手环可以通过它来联络星舰和船员。来看一下这里。哎 ，Hello， 杰夫，果然。这个长得像星球大战当中那个 R2D2。 哎，发生了什么？我被困在停机坪里了，和缩头关在一起。缩头那就是两个机器人是吧？需要把灯打开。哎，杰夫似乎被困在穿梭艇的船坞内，找到并帮他脱困。船坞应该是这样的，应该是下一层。哎，这玩意儿怎么还在冒烟？等等，我们先往下走一步。也就是说飞船的电源启动了，但是很多人还被困在这里了。这儿有一个，这儿，哎，这是啥地方？这扇门通往机动登陆器，简称 LPV， 直接叫它缩头简明扼要。哦，这不是缩头吗 ？Hello， 在吗，弟弟？嘿，缩头，麻烦把门打开。哎，果然是你，我是你的上级警官，赶快打开门，反锁了。好好好好好，这几个机器人好萌啊，就是果然。哦，舰长，谢谢你，缩头不肯放我出来。缩头是这个，是这个闸门。老实说，杰夫虽然他对船员是不对，但好歹也是星际舰队成员。也就是说，整个人类就只有我，然后剩下的人都是机器人和这种小型的维修人员。好，我得回工作站了。下一步就让小机器人把这个船修理一下吧。怎么感觉 ？OK， 他可以现在。检视整个系统，看一下实验室出现了短路，留在这里完成星舰校准。那我们去处理实验室的问题。哇，第一步运送拯救人类的重物，先从维修我们的飞船开启。简报器啊，这里可以看到最新的任务简报。修好短路的实验室门，通过维修跳进实验室。哎，这里舱门，也就是说飞船还有些地方没有修好。来打开这么这应该实验室嘛，一个实验的瓶子，它冒烟了，打不开。那我们通过这个下水管道直接走进去。哎呦，这里就是实验室了。哎，试管架，我的试管用来合成化合物。火灾警报器，实验室的终端。哦，各种各样的融化物质做实验以及储藏室。这里有一些孢子酸。叫药解机制。哎，这是干嘛的？都拿走，都拿到我的背包里。这儿
之后应该是可以合成的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这个门 ，Hello， 我似乎发现门出了什么问题，在面板背后有几根断掉的缆线，我应该能修好它。哦，就是下方那个冒烟那个门嘛，应该是和这个实验室正门是门应该好了。干得好，舰长，星舰恢复正常了。舰长，什么事儿？电脑，我刚对周围的环境分析得出一些奇怪的数据，能立刻过来驾驶舱吗 ？OK， 走。好，那最终呢？哦，实验室的大门也修好了，整个舰队这个舰船呢，应该是已经完全 OK 了。下一步我们要返回驾驶舱。他说某些东西修好了，来指挥舱。哎，电脑报告，舰长，除非我的感应器完全出了问题，否则发生了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说吧，我们已经不在地球的轨啊，不在地球轨道上了。What？ 我们甚至不在正确的星区，那在哪儿？我们在哪儿？我的感应器告诉我们的当前位置是外部星域。外部星域？你是说运输队最初出发的位置吗？甚至离得更远。运送开始后，我们肯定因为某种原因进入了一个传送门，原因不明，肯定是第一 C-2 调整器有漩涡异常，校准错误。舰长，我从虫洞侦测到巨大的能量反应，如果你想要穿过它返回地球，我们应该立即行动。那立刻穿越吧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，不需要扫描了。按照设计，我有义务警告你，这是一个未知步骤，没有成功的先例啊，没有成功的先例。那就立马从虫洞穿梭过去了吗？发生了什么？虫洞消失了，我们太慢了啊！我都没有做进一步的检视，我决定直接穿梭，还是慢了一步吗？什么？该死，有重现的现象吗？好像从来不在这里，也就是说我们本来要去地球上安装这个防护炮这个电池呢，结果穿梭虫洞来到一个未知区域回不去了，三个燃料电池都没有抵达地球。你怎么知道？据我的短层感应器检测，这三个电池散落在各个星区里。我的天哪，地球的防御系统至少需要一个电池才能阻止灭日炮啊！看来我们别无选择，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找到至少一个燃料电池，并在实现之前赶回地球。让我看看你的感应器在哪里侦测到燃料电池的。哎呦，回去晚了，地球又炸了。燃料电池位于这三个星体上，这个沙漠星球，我们现在在虫洞的位置，索马以及克里昂水晶星球这三个。看来我们的传送任务已经变成了打捞抢救的任务。你觉得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距离艾帕西隆太空站并不远，试着运回燃料电池运送的太空站呢，就是这样，位置就在这里。找到电池之后，去这个太空站把电池运送过去，然后通过他们传送来地球当中运送这个电池啊。好的，了解。然后好的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其他就不用说了，对吧？老司机了，开始吧。那任务完成，获得启程任务。那初始呢，我们的任务就已经了解了，我们这里就算是通过了游戏当中的序章。然后就首先目标是寻找到三个电池。舰长，什么事儿？我从燃料电池所在一个星球上检测到紧急讯号。真的？你最好检查一下，事实上必须检查。根据舰队的规章，一旦收到紧急讯号应立刻前往调查。是的，我知道，帮我标记在地图上，麻烦了。沙漠星球，哎，刚好这个星球上有一枚电池，那我们就直接前往这个星系吧。舰长，怎么了？启动星舰的工作完成了，应该所有的系统都可以正常运行。太谢谢你了，嘿嘿。那下一步呢？我们是不是就可以？我看一下手环、电脑、杰夫、缩头，就是这边可以联系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哦。然后这里呢，有重要资讯，至少带一枚电池回到地球的防卫站艾德帕斯。那我们去主电脑啊，看一下。舰长，扫描我的内部日志，好像还没有试过新安装的战斗模拟器啊。战斗？是啊，我是个科学家，不是个战士。不过提醒你，目前的情势，我们正在外部星域，可能有一些危险势力毫不犹豫会攻击我。我去，那同意，那必须要做起来。我们虽然是科学家，但是船上有战斗系统肯定要安装的。哦，这是啥？这是我们的母舰吧，已经进入战斗模拟，在这里可以通过演练装备和新的战术，并不会造成真实的损失。这些看起来很真实，都是像素和程序。
就模拟啊，这是对方的星间，这是我方的。然后在这里，比如说我要进攻，我可以使用这个爆能镭射枪，哎，一回合五发，一次发五发，耗费二十点能量，准备使用。那现在总共能量是四十，干得好！现在结束我们的回合，看一下完成。六。哦，模拟当中，假如这是对方的舰体，这是我方的舰体，但是我方已经受损了。哦，我们忘记了防御敌方的炮火，我受到了一些伤害，可以在下方看到生命条，掉了一些血，伤害还增加我内部的压力，就是这个条。如果生命为零或者压力等级到达100，我们就会解体。哎呦，试着进行防御吧。那这边我们可以使用，比如说刚刚他打过来应该也是镭射，我们放一个镭射护盾。哎，能量不足。我能量不够启动了，所以得处理别的事情。首先下方这里能量，我现在有20能量释放这个镭射激光炮，所以导致缺乏，只剩10能量，不够用这个护盾了。所以呢，这边可以看到镭射状态是开启的，我有几个选择，一个是不要让它攻击，直接防御，然后或者使用杰夫的特殊能力，点击杰夫。这边呢可以用这个机器人给我方加一个能量。哦，没想到可以使用一次，这样能量变成了20，然后我们有更多的能量在这里呢。我们再去加一个镭射护盾 ，OK， 刚好把能量还剩5点，然后完成。这样有了能量护盾，对方的炮火打不到我方，但是我方能量护盾可以。但是这一波下来超载了，所以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比如说把这个移除，哎，把这个金棍移除，我们只使用这个能量护盾，然后完成挡住。哦，对方没有进攻，还是在超载，难受，把这个移除。那我们这边使用镭射，能量不足，那只能休息一波。刚才对方也在休息一波，哎呦我去，这边伤害好高。那能量恢复了，那这里我们使用电浆射炮，好，完成。电浆打不到他，哎，可以。哦呦我去，对方还20滴血，但是我觉得电浆好弱啊，我们这边使用爆能镭射，能量不足，那现在只能休息。哇去，对方再打下去我要没了。爆能镭射准备输出，我被打炸了，两边都炸了。模拟结束，战斗设定啊，这边就可以模拟各种各样的各样敌对，包括敌对有一些强力的什么大型导弹啊、镭射等等、巨能等等，这样就可以在这个战斗模拟器当中模拟各种各样的敌人。当然，这种事情也是在普遍当中遇到过，但是不模拟了。要打真正打嘛，模拟器有什么意思，对吧？我玩游戏还要玩模拟，那走啊，不模拟，我们去星图啊，就直接前往沙漠星球。哎，在这里呢。估计的沙漠星球不存在可侦测的自然生命，这边好像除过能获得电池之外，好像刚刚有一个奇怪的求救信号，我们先过去。目标设定沙漠星球，估计抵达时间需要10天的时间。没有月迁吗？需要飞10天。好丢，它这个玩起来有点像无人升空的感觉。舰长，什么事儿？我们已经抵达了求救讯号发出的星球，求救讯号呢？几天前我报告过，感应器收到一个紧急的求救讯号，我已经为讯号来源和燃料标出了正确的登陆地点。哦，这个星球既有燃料的地点，还有一个信号源，我们先去求救信号看一下吧。登陆，好，已经来到这个星球，不需要耗太多时间的话，我们先去看一下这里到底有没有人去求救，或者说有人需要在这里需要我们帮忙吗？我们舰长直接下去。现在我们的舰长是属于普通人员，并不是战斗人员，所以第一步呢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招募一些新的队员来这里帮助我们？哦，哇，哇，这个游戏机我觉得是个大作啊，它场景好多。哎，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登陆完成，又一次完美的记录。好像听见什么东西坏掉了，我就知道。刚才听见有一声巨响，绝对不是我们的能量耦合器掉了。我当然看到就在地上啊！哎呦，完了完了，机器人把我坑了。现在就是我们回不去了，这个飞船上的能量装置掉了，最好找个办法，能找到求救信号吗？那先出来吧，这是能量耦合器，看一下啊，很烫手，等一下再拿。这边看起来是一个幸存者小屋，有人在这里发求救信号，但是太阳能板怎么都掉了，有个插座。
这是一种老制式的能量衔接面板，墙上插座，这个面板似乎缺少一根线缆。打开高塔没用，门哦，这个线缆呢可以连着接着这个门，然后门就可以打开了。哎，发着绿光，应该是有能量了。打开，哦，哇，里面有一个人，肉品冷冻柜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啥？这是个用在厨房里大型肉类冷冻柜，里面有个人类的身体，抽屉。哎，伺服晶片，什么东西？电脑。我在学校里读过这些电脑，应该是老式的一种结构，老式的机器。打开看一下吧。哎呦，需要这啥玩意儿？密码吗？不对，打不开。衣服，形式星际舰队工程师制服。哎，这里好像有一个纸条，看一下。我叫格莱西斯，是星际舰队货运船波可德斯上的工程师。这艘船发生了船难，我侥幸逃了出来，但我同事们恐怕无一幸免。如今两个月过去了，我的补给即将耗尽，我把一个肉品冷冻柜改装成了冬眠舱，我会在里面等待救援小队到来，时间应该不会太久。我想念我的家人，再次见到他们应该我继续求生的动力。如果冬眠时间超过50年，那就不必叫醒我了。 Password 042。 哦，密码。他睡了多久呢？我们看一下，超过50年就不用叫他了。密码是042。哎，登录可以。你有未读讯息，看一下啊。好久不见。989年前。我去，这他老婆索尔莫琳达，这个人在这个冷冻柜里边都已经睡了900多年，将近1000年了。我会找到你，记住。988年前，找不到你救生舱的目的地，检查了好几周。放心，老妈，这是周恩他的儿子。嘿，老爸，老爸，我很想你，亲爱的。我无法确定你是否生死，已经16个月了。我天哪，这是我最后发你的信息了，3年了。老爸，你从你失踪到现在已经7年了。老妈在夏天的时候去世了，这几年她病得很重。如果你还在某的地方，希望你没有痛苦。爱你。我去，这个人好惨啊！冷冻时长989年，我们重设一下。无法重设，必须打开冷冻柜才能重设系统。启动处理程序，能量不足，能量过低。冷冻时长太长了。那这个人呢，他说超过50年就不要去叫醒他了，因为他醒来会非常的痛苦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先看一下，这里能量不足。刚刚外面这边看到有一个太阳能面板，是不是要把这个面板弄下来？这有个梯子，等一下，能量电缆，有个电缆被刮走了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可以把这个电缆是不是插上去。哦，可以。好，然后这个梯子可以上去，把它举起来，嘿嘿嘿，这样就有能量了。 Nice， OK， 走喽。哎，我得找个东西来捆住它。等一下，这样吧，现在门暂时不用，我把门的这个电缆拔了，然后我们去上面用这个电缆的绳子把这个玩意儿捆住。也许我把太阳能把它立起来，然后把这个电缆把它捆住，好，这样就不会掉了，哈哈，哇，我简直太聪明了，有没有？ OK， 在这里呢，再把这个插把拔拔了，把它插在门上，好，门打开了。 OK， 那现在有了太阳能面板之后，我觉得这个小屋看到没有，它头顶发红光，应该是可以打开了。那等一下，我得操作一下电脑看一下，也就是说应该是可以把它叫起来了。我们这里重设系统，这样吧，启动处理程序，肉品处理，打开了。哎，等会儿，肉品切块啊，我的天哪，搅碎并包装肉品。哦，我的老天，这东西怎么停下来？完了，能阻挡不？完成，不会吧？看来已经太迟了。肉品处理并完成包装，冷冻的内容未知，推测为鸡。
大哥，不是能阻挡不？怎么把这个人搞成个肌肉了？我看看一包肉片儿，哈哈哈！等一下，我阻挡，点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这边我们重新来，042还是刚才的这个密码，好，登入。这样吧，先讯息和之前应该是一样的，然后就不用看了。这里呢，首先肯定不能启动处理程序，这样就会把人物处理成肌肉。那这边呢，肯定先开启它，先重设系统。哦，先开启。好 ，OK， 冷冻舱打开了，掉出一个奇怪的东西，这是个小哥。现在几点了？我睡过头了吗？你刚从冬眠舱里醒来，不过现在肯定有些混乱，对吧？等等，我想起来，我叫格莱西斯，是星际舰队一名中士。等一下，你是星际舰队的？是的，我是塔马斯·穆威舰长。我的逃生舱坠落在一个星球上，你活下来了，但是我需要帮助。这是个死寂的沙漠星球，而我没有脱离的方法。我的补给只够支持两个月了，所以让我自己冬眠，希望未来能得救。你是来救我的吗？这边有两个选择，你能帮我吗？对吧？根据一分，你是工程师，你能帮我吗？是啊，我可是波可德四号现役的初级工程师。太好了，我的穿梭艇就在附近破损了，只要你帮我修好，我就能回家了。听起来不错，穿梭艇修起来应该不难，让我看看啊。是个小问题，我冬眠多久了？这边刚才他提示，如果超过50年，就不要叫醒他，说明他可以看到他的家人都已经死了，非常悲痛。那这边的话肯定不能选择1000年，我这边选择你刚进入冬眠我就来了，大概1-2分钟嘛。哎，啊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感觉要更久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走吧，我的船修好，然后离开。好啊，我先让我做个晨间运动，然后确认一下讯息。那快！这边赶快打开电脑，重设系统，删除所有的重设器。OK。然后在这边，好，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删掉，不要让他看见。好的，完成。啊，他运动做完了，让我看看我冬眠时有没有收到讯息。登入。否则这个人有可能会自杀或者出现一些特别冲动的情况。哎，登入，开启讯息。好，没有讯息。好吧，来发挥你的修理技能吧。来，我等不及要见我的家人啦。来，把这个能量耦合器，它应该是，这是个能量装置，拿上。然后肉品冷冻柜呢，应该已经没有东西了。 OK， 那这里就成功算是救下了这个工程师，并且没有让他知晓他已经实际上沉睡了好久。哎，那这里我可以带着他直接回家了。这里有一个能量耦合器，看一下啊。哎，之后他就会帮我们修好飞船。 Nice， 可以。好了，应该可以了，干得好，重视，谢谢。我的船上就需要你这种有技术的人，我想我应该能帮得上忙。还得看你的船是怎样的，但我应该能给你准备个修理模组。修理模组，没错，基本上就是纳米机器人控制系统，能在星舰战队时立刻修复船壳。哦，这个人可以替我们做一个战斗模组，哎，那真是太有用了，我马上进行。太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这样我相当于是在这里营救了一个船员回来。之前那说明我的选择是对的，之前做成肌肉肯定是人死了，然后至于能不能回去我还不好说。然后另一个方式就是有三种可能性，看到没有？第一种是做成肌肉，第二种肯定是救了一个人，第三种可能是我没有重置系统，他可能会自杀或者出现一些特别冲动的情况，或者袭击我等等。那这边我这应该是个完美的结局，同时这一次冒险收获到了一个船员格莱西斯。哇，这个游戏好棒啊，我觉得还没有遇到战斗，我先拿到一个获得一个修理的工程师，这样我一个人在舰上就不孤单了。哇，这船真是太赞了，确实很赞，这简直太高端了。那是，这个人是1000年前的人，你不常见到这种等级的船吗？当然了，谁能常见到啊，这是什么型号的船？说到这个，让我先看看你的房间吧。哎，这是他的船员休息间，这就是你的房间。哎，这艘船上的抛光效果简直太棒了，若不是早知道，我恐怕以为你是来自未来的。嘿嘿，也有可能你是来自过去的。
我就不这样说了吗？总之，将来你有可能会和另一个人共用一个房间，那不是什么问题。我很习惯用狭小的空间啊，也就是后面还有可能有新的船员加入，不，这里好太多了。好吧，我该走了，把这当自己家吧，船上随便逛逛。谢谢你，我会的，我会计算一下，看看我的货船波可德斯号坠毁在哪里。我的逃生舱漂流了好几个星期才来到这个星球，会花费一点时间，但我找到答案就让你知道。好的，所以我该进行之前答应的修理模组吗？ OK， 我带你去船员工作站，在那里可以修理，给船加一个防护模组。好了，修理模组完成。具体效果是不是正统的星际舰队装备，但是遇到紧张情势时可以用紧急修理星舰。哦，就回血嘛，战斗。是的，我意思是战斗。举例来说，我可以攻击敌方，收集敌方攻击的能量溢出，用来自动溶解我们的星舰外壳。听起来很完美，可厉害了，马上就完工。现在只需要计算设定并设置能源路径就可以了。你可以随意使用这些站台。哦，谢谢哦。 OK， 哇去，多了一个新的船员，好棒棒。来这里呢，好，现在呢这个人物是救到了，但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至少带着一枚电池返回地球，是吗？地球还一年后要被一个炮要打掉呢，这边还是赶快找那个电池。那这里燃料电池地点，来登陆，从这里直接过去，让船员呢在上方去修理我们的船，我们亲自下去去寻找电池。哦，走了哦。这个游戏确实，你不同的选择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同的后果。这里我相当于是就拿到了，成功拿到了一个新的船员，然后去做这个主线，就是寻找这个电池。这，哎，这还是那个就星球的另一侧，因为之前我好像也看到一个龙骨了。做成功并侦测到一块燃料电池，这么快就找到了吗？在哪里？就在对面的沙漠里面。 OK，这只是个电池吗？那怎么下去啊？这是看起来又陡又滑，我应该能下去，让我这样就飘下去了吗？小健健，你确定你爬得回来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好，祝你五运长龙。你妹，你一会儿怎么回来？这不是那个电池吗？对，燃料电池，就是它，是燃料电池，看起来状态很不错。 OK， 拿上。 OK， 看起来挺简单的，现在也没什么事儿好做了。回，问题是这里该怎么上去？陡坡，这里非常陡也非常滑，原路返回是不太可能了。大型岩石，我可以试着把它推开。我去，大哥，你是绿巨人，你是麒麟臂吗？这么大的岩石，哇，3米高的岩石被他一只手就推开了，你还说你不是战斗人员？常威，你还说你不会武功？这也太夸张了，徒手攀岩这样就攀上来了，牛逼。哦，缩头就是我们的登陆舱了。好的，那这边就成功拿到了我们的电池。哎，哦，这边应该也有三个结局啊，这只是个电池嘛，达成新的结局。OK， 收获到了这个燃料电池。哎，有至少找到三个嘛，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一个。我觉得这游戏还是个大型游戏，原本以为就只是个几百兆的一个小型像素游戏，没想到这游戏蛮大的感觉，好像会很长。欢迎回来，舰长。我侦测到你回收了一块遗失的燃料电池，恭喜，请建议另刻封存。是地球未来的希望呀。隔离储藏商正常吗？运转一切正常。OK， 太好了。确定接入机械手臂后就可以交给我了。叮叮叮叮叮。哦，同时这个电池还能给飞船供电啊。哎，这小哥还在这喝茶。Nice， 这里我算是找到了第一块电池。那好的，那我们就找到了三块当中的一块。任务标是至少带一块返回地球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块了，那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来看看星沙漠星球就已经完了。米莱商店，这里什么地方啊？这个星球是 AE 集团产业牧场，处于紧急锁定模式，建议远离，避免接触。那我们去之前说过索马和克里昂水晶星球各有一枚电池，伯克的交易天堂，谈判可以通过交易。这里，但是这里呢检测到有敌对的敌人。那这样吧，我们还是先去索马，这里呢还可以获得新的电池，速度5需要39天。好，直接前往。
进行星际穿越，目标设置索马，估计抵达时间39天。好，哦呦，哦，这里还有敌对区域啊！哎，第二天，啊，不会吧？哦哦，黑舰长，你找到波可德斯坠毁的地方了吗？是的，我想是吧。跟我之前说的一样，事情发生时，我们正在前往普利斯提纳星系的路上。我和往常一样在岗位上工作，监控着内部引擎线圈之间的张力指数。突然间，嘎嘣，发生了什么？我立刻查询到床上的事件日志，在分数场室内发生了灾难性的失败，到处发生爆炸，所有人都在逃命。我就在气船命令下来后不久，跑进附近的一个逃生舱。我听到人们尖叫着逃生舱失效什么的，到处都是混乱。我跳进一个小型的单人逃生舱并发射出去，那就是我逃离的过程。你是怎么流落到沙漠星球的？好吧，我在狭窄的逃生舱里漂流了几个星期，突然有东西把我拉向了新的方向。我侦测到一些重力波，远大于我印象中任何星系的重力波。哦，就被吸到那个星球上了。我被一股不自然的力量扯住，几分钟后就坠毁在沙地上。你在这空旷的宇宙中漂离多久了？似乎有点长，我计算出波可德斯所在位置了。太好了，能把那个传到星图上吗？哦，之后还可以帮他去寻找坠毁的坠毁地，在这里。哦，获得一个标记的地点，那之后我可以去那个地方去看一下。先找这个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进入太太光。这样，我觉得我可以先前往坠毁地29天。不着急找电池，距离地球爆炸还有一年呢。这里我们先慢慢去做一下日常的任务啊，说不定它这个坠毁的星舰上呢，有可能有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战斗装备。毕竟，啊、哦，穿过去了，敌对区域没有遇到敌对势力。哎，此时在星际舰队的星区上，哦，这什么？运输船仙女号。哦呦，哇，这游戏好庞大，这么多。这是应该运输的一些人类势力吧。霍夫曼，看到欧提斯最新发来的这份报告吗？立刻想扫一眼，为什么？他们的多功缓冲线圈好像有点问题。我把基伦内部该做的任务写成备忘录发给潘达上尉了。什么事儿？既然我们的防御的最前线，我建议在抵达后立刻调整到轮哨模式，需要更多的人去轮哨。没有失去燃料电池真令人担心。还找呢，托马斯就是我们自己啊，没有消息，各种资讯站也没有消息。啊，这是我老婆吗？她是我丈夫，我清楚她是个足智多谋的男人，肯定会找到回家的方法，我敢确定。我们还说要专注到任务和战争之上啊，地球这边还是正在打仗，那个洋电子炮太强了。好，之后不久。啊，这个游戏世界观好大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防卫太空站欧提斯。星际舰队星域，这是一个防御型太空站，有炮。指挥官，什么事？霍夫曼，哦，这就刚才的那个老婆们，我收到一些令人担心的讯号，转送到我的工作台上。是女士，什么东西？嗯，我懂你意思了，可能只是一些背景噪音吧。但是在那里有一种信号位移，简直像是指挥官发现敌人。该死，升起护盾。哦呦哦呦，哦，这种高达的感觉，星球大战的感觉。我去，直接穿越了5枚战舰，其中有个好大一枚战舰啊！什么东西？他们跑这里做什么？他们是怎么穿过边境护盾的？好问题，霍夫曼，对方有任何活动吗？正在确认，并没有呼叫他们。是女士，干啥呢？我去，对方发射了一个奇怪的激光，那是什么？敌方用某种能量光束锁定了我们。有造成伤害吗？稍等，不，目前没有，但我们的护盾正在快速流失能量，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失去防御能力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尽量让护盾撑住。遵命，女士。吉伦布把所有能量转送到护盾上，马上。联合星际舰队总部。我去，我是沙拉威姆将军。哇，老婆竟然是一个将军，防卫太空站欧提斯的指挥官。这里是朱利斯塔尔上将，这里被一支联合体舰队包围。42秒前进入了红色警戒。什么？在边境护盾的内侧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穿过来的？就相当于在我方内部腹地啊！护盾控制站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他们是怎么过来的？目前无法确认。
联合体的舰队应该还有一年多才能到达我们的边境，我怀疑他们获得了穿过莱姆星门的授权。我的天哪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情况真的很危急了。圣镜，我们已经确认敌方星舰是从莱姆星区跳跃过来的，他们正在使用星门。该死莱姆指挥官，你们还扛得住吗？无法确认，他们用某种多相位光束锁定我们的护盾，他们在试着消耗它的能量来让它关闭，但是我们关闭了所有非必要系统，并将能量转移到护盾产生器上才勉强阻止能量消耗。哇，这玩意儿是破盾啊，但是那个装束还在运转，我不知道多久才能反制它的效果。把所有资料传过来，好让我们立刻分析这种光束，也许我们能找到方法中断这次攻击。我们也会尽量派战机前去支援。谢谢你中将，我们正在目前传送搜集的全部资料。撑住指挥官。我去，通讯完毕。哇，好热血啊，几小时后啊，我们还在这里飘。舰长，什么事儿？电脑，我收到来自边境护盾控制站的求救讯啊，麻烦标记在地图之上。哦，在这么远的地方啊。护盾控制中心，消息里说什么？联合体已经对星际舰队的整个星区发生了全面进攻，他们占领了护盾控制的太空站，整支舰队都已经通过。哦，我的天哪，灭日炮也通过了吗？幸运的是命啊，炮没有过去，只是舰队。看来这是在灭日炮抵达前用来控制星舰队防御武力的先制攻击。有什么方法让我们通过这个护盾控制太空站吗？不交战呢是不可能的。和联合体战斗？不是瞧不起你，主要是设计用来科学任务的，我们的船不是用来战斗的。当然你必须为这些可能性做好准备，我需要更强力的武器，甚至更多的船员才有可能办到。哦，目前的防御状况如何？看起来不太妙，几座重要的太空站受到攻打并且无力反击。开发出一种新型的抑制光束，能让太空站毫无还手之力，都是求救讯号，都在要求协助。我不确定我们的力量足以支援他们，除了武力或许还有其他办法帮助他们的方法。星舰队发生一份裂解器蓝图，用来阻止那些抑制光束，一旦阻止了光束，那些哨站应该有能力击退敌方的进攻部队。哦，如果完成这装备就能避免战斗并且救下哨站。身上你得造出五个裂解器才能拯救所有哨站，每个裂解器只能使用一次。我必须提醒您，解救这些哨站并不能解救地球。哦，就说白了它是个支线任务，是救老婆的，但是要拯救地球必须找回电池，电池是第一要务，我们主要目标是把电池送到爱德帕斯。在爱德帕斯成功充能之前，没有东西能阻止灭日炮，那些哨站应该是次要的目标。 OK， 风险也高，同时你得违背星际舰队的规章，有一个官方没能抄掉的秘密走私者通道能够穿越护盾，然后穿过去，从这个路径呢可以抵达这个护盾空中间。如果选择这条路，请准备好高价。如果我们的资料没有过时，他们要求每艘想通过的星舰至少支付3枚星辰碎片，就是我们的燃料电池基本成分。3枚，那我们只有3个电池啊，如果通过了那怎么救地球啊？而且这些电池可以用来升级你的武器和防御系统，请选择使用方式。那这里呢相当于是有3条支线，抑制光束裂解器，这里相当于有3条支线，就是不同完成的支线。那不管那么多，拯救地球和拯救老婆还是比较遥远，我们先去拿一下这个，早安舰长，先拿一下这个坠毁的这个船员，看一下能否升级我方这个飞船。只想向你报告已经抵达目标地点。好，谢谢。音响，哎呀，打开。哇，舰长是这么帅气的吗？好，特大号床，走。早上好。哎呦，这个舰队的休息室好大呀，走出去。Hello， 跟格莱西斯聊一下天，这里就是你所在的地方了啊。黑舰长，哎，不理我，那走吧，我们就直接去寻找一下格莱西斯飞船坠毁地点，看能否升级一下我方战舰，毕竟后面的战斗会越来越多。波可德4号坠毁地，在这里登陆。能不能带着这个船员一起去啊？还是我们自己吗？啊，什么行动都需要我们自己来走，哎呀，作为舰长真的太辛苦。来看一下这个坠毁地，当然不能带船员，他不知道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将近1000年了，这边肯定不能让这个格莱西斯知道，所以我们偷偷去收集一下残骸。这是一个紫色的星球，波可德四号。哎，这有个容器，这是啥？一个金属容器，应该是货舱受到冲击时被抛出来的。
里面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哦，破碎玻璃片，有好多，哇，真壮观，好巨大的残骸，有好多容器，看搜刮一下，这里相当于是也没有什么东西，完全就是空的。看一下上方这几个玻璃碎片有什么东西。哎，我怎么在吊起啊？哎，这是啥？一个巨大的玻璃，这玩意儿掉下来不会把我扎死吧？哦，这不是血，这是沙子，吓死我了！破碎星舰的零件碎片，东西太重了，没有办法移走或者带走。反射金属，这边应该要反射某种阳光。这几个玻璃碎片，这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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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星舰标志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这个按钮，我这边又是一个解谜，我觉得。镭射衣，采矿镭射。开个容器，打开。太好了，找到一个能量胶囊，应该可以用在星舰的自动熔炉上啊。这个胶囊用在星舰的熔炉上，应该是可以增加我们星舰的动力的好东西。隔板，哦，可以爬上去。哦呦，我去，哇，舰长好身手啊！电源按钮。我去，激光炮！这应该是镭射一，这应该是镭射二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我把这个雷管。哦。哦，通过这个雷射，刚看到没有？大家看到没有？我刚刚这个雷射这样弹弹弹弹弹弹，然后通过这个雷射的方式把那个炮直接打下来了。这样我就获得了一个雷射炮，这是一把武器，我去。好吧，那这里呢，相当于我只能拿到一个雷射炮，那也不错。有可能有另一种方式，是因为上面这还有一个玻璃管，是不是通过这个炮可以这样这样这样把它也打下来，但是刚刚好像没有打下来的效果，所以就只拿到了一个雷射炮。但是这个雷射炮也不错，我们相当于这波下来拿到了一个低功率的雷射炮与一个能量胶囊，这两样东西应该是可以极大提高我们战舰的那个输出的。可以走回。至于第二雷射炮，有可能也是能拿到，有可能是拿不到的。具体怎样的话，这里哎，应该是拿到了雷射炮，获得新的结局。好，低功率雷射炮以及能量胶囊全部拿到。这两样东西呢，应该是可以升级我方战舰的，就是把我方那个雷射的炮的伤害提高更高，可以用来升级。好，我回来了，找这个小哥，欢迎回来，舰长，谢谢电脑。你注意到从星系取出来一些物品，对，拿到了一些镭射之类的，可以用在船上吗？不能直接用，你可以进船到自动熔炉看看是否可以有利用的东西。啊，不能用啊！系统故障，战斗模拟，星舰装备。哦，这里就是我现在星舰的装备以及船员。那货柜当中这个太古老了，是一个强力的金属石块强力采矿镭射，太过于古老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些货柜的物品，这些东西是可以卖掉来换钱。你看它都是 V1 V2， 然后所有的道具呢都是可以用来升级的。升级的话应该是需要去一些别的地方，需要去一些比如说星际当中的一些区域，比如说克莱恩天堂或者什么伯克的交易天堂等等。那这样我们前往伯克交易天堂。如果你想摆脱没用的货物，或者买点火箭发射器来完成谈判技能，在这里就可以选择。当然这个地方有敌人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，打一波。一旦把敌人打赢之后，有可能可以获得这个地方的交易。我们现在手头已经有交易的物资，通过这物资可以用来升级，就是赚钱来升级我方的舰船。走，直接抵达这个区域。哎，距离你不远的一艘舰船上。哦，果然
艾文顿将军的战斗巡洋舰。哇，这是艘海盗船吧？我一看就是大反派的感觉。机器人，长官，什么事我这忙呢？我们对这个镶嵌做了一次扫描，结果……等等，我就要升级了，先等一下。这长官不会也是个机器人吧？哦呦，啥玩意儿？精神不看，我去，好夸张啊！你在干嘛呢？我去，听到了什么断掉的声音？你还好吧，老大？是的，我还好。实际上，我现在还要更好。新鼻子吗？不是新鼻子，上周刚进来的三鼻孔型五号模组。现在拥有比强化血猎犬的能力了。哇，还可以强化？那是不是还有地面上的战斗？哎，设置追击路线，然后追击。哇，这个人现在正在追击我。不管那么多，我们先抵达空间站看一下。哦，敌方。这个区域目前由昂巴里安家族掌管。我是艾斯托昂巴里安，你来这做什么？我想不想惹事，我只想做点交易。很有道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今天这个交易站的商人是个小偷加骗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想见你商朋友必须交一笔费用。看起来像那种有钱的孩子啊，必须交纳100块才能进入环礁。哎，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好吧，我不认为你有权利阻止我。我另外找个交易站。好好，我知道你很不爽了，我只是路过。啊，开打了。还好这边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血量是100，我们是200，而现在我的船员数量也比较多，那这边就打呗。爆能雷射准备使用，消耗22点能量值。然后我这里把护盾要不要开起来？开起来吧，15点能量，开启护盾，然后完成。好，哎呦，过载了，难受。那这里这样吧，把这个，我们防一波，防一波。他干嘛呢？他在修理。好，哇，这是一个，我感觉这个游戏是一个考究对方，我现在啥都不弄。他不会打我吧？哎呦，哇，好疼！我去，雷射，完成，射他！他现在有70力气，我有168，还可以，超载了。把他一出，这边能量护盾，能量不足，那电浆护盾，能量不足。这样吧，我们小机器人。可以使用，每场战斗可以无限使用。来，好，加些能量，然后这波开始，我用一下这个电浆护盾吧。电浆护盾，我的压力值不能到达100，到达100就炸了，所以用电浆护盾防一下他的电浆。靠，他也是电浆，又超载了。那机器人，我再用一个这个能量卡片，然后这边直接进攻，雷射，射他。好，他剩45滴血了，现在能量过载，能量不足，雷射，再用一下小机器人这个能量卡牌，我觉得他这一波要射我了，所以装上电浆护盾，完成。靠，他没打，不是你打不打呀，烦死了。我继续使用能量卡牌，一场战斗可以使用14，这里来。爆浆雷射，别的人呢？哦，还可以维修啊！每场战斗可以使用，加传销生命值维修一下。OK， 回血，哇，船员这么牛逼吗？增加10能量，加一等级，再增加一下电池，能量增加。好，但压力等级增加了，哎呦我去！不敢不敢，完成 ，OK。现在压力等级已经很高了，这边不太敢用了，来继续使用这个恢复能量。
然后继续射他，我压力已经72%了，射他，对方一直在防守，对方不进攻，他只有2滴血，来小机器人再用一下能量，好，继续射击，让你消失，哈哈哈哈 ，nice， 可以，我们虽然不是战斗型的，但是我们医药实力很强，这边获得珍贵金属以及珍贵废料。珍贵，这个吧，打捞，打捞6个珍贵金属存入货柜当中，哈哈，可以，还行还行，对方不是很强。那我们成功打下了这个太空交易站，来联络一下 ，Hello， 建立连接。哦，有客人，你是怎么穿过那些路障的？在你过去的路上不是遇到小艾斯托了吗？他向我发动攻击，结果你知道的，哈哈哈哈，真的？就靠你那艘破船？来看这艘船上有很多很厉害的装备，肯定的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那些该死的昂巴连人操控了我的生意。总之欢迎来到伯克的交易天堂，我是伯克，欢迎提供交易服务。有什么合作吗？好了，我们已经很善意了好吗？来，我的叔叔偿还债务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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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逼逼了，我想要交易监测水晶的事能帮忙吗？他们偷走了多少水晶？30个。这个任务相当危险。也就是说我后面想要潜入到敌方后部获取尖子水晶的话，可能会非常的难。我这个游戏的那个分支剧情这么多嘛，必须做好准必要准备，否则对方有很多反导弹装置等等。当然了 ，OK。哦，这就是这个外部星域打掉之后，这里可以获得更多的交易东西。来来，我先在这里先买点东西，先买卖点东西，来联络一下。主要是要升级。Hello， 我要交易。当然了，看一下啊。哦，现在我有330，我的物品可以卖出。果然，低功率镭射炮这个是没啥用的，直接卖的。十分古老，150，太棒了。有其他事儿吗？能量胶囊的话，用来回复这个珍贵金属，我觉得也可以。选择数量卖，全部卖掉，刚打捞的。OK， 然后我现在可以买500块能量发动机 V2 电池，出售中 V2， 我买个电池吧，将电池 V1 提成 V2， 这样的话最大能量值可以变得很高，能量发动机的话能量回复变得很多，还有导弹，我去，反导弹模组、反导模组、反导模块，我这么牛逼，这样吧。我先买一个护盾调节器，让你的雷射护盾能够吸收能量30%，转化你的能量储盾。哎，我这个东西，对方打我的话，我会有能量回升。OK， 然后我再可以买一个导弹发射器，出售中 V1， 我还有250，买一个反导装置，来导弹发射器 V1， 最大回合数3，一发可以受15点伤害，购买。OK。然后在这里再买3发导弹，会被反导装置弹药，买上3发，确认，好，把钱花光 ，nice， 好，我们现在星际舰队有了新的导弹装置。哎，等等，这里好像还可以维修战舰，我战舰是不是那个啥了？是不是受伤了？我看看，掉点血，我想交易，修理星舰，自行修理，需要。付费，我们自行修理吧，需要消耗2天时间，把之前受的伤害传窍。OK， 花2天时间修理一下，没事了。好的，然后我现在就是我们的船呢，应该又有新的模组了。我看一下，真的，我看看，这应该是星舰装备。对，这一次像多了一个有3发导弹，而且有一个武器是导弹发射器 V1， 可以释放导弹。释放导弹是不需要消耗本身的能量，你说我可以打开能量护罩，然后通过导弹来攻击对方，哇，好强啊这游戏。好了好了，不知不觉我感觉这游戏玩了1个多小时了，也就只能玩到这里。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流程还蛮长的，有兴趣的同学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流程还是蛮长的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下载玩一下，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这款非常好玩的星战游戏呢，就在这里结束了。喜欢的同学呢，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一下我的频道。那么就是下期再会喽，大家拜拜。